我叫李俊贤，我今年11岁，我系李正屋观塘小学嘅6A班读紧书。我生活喺一个四人家庭，屋企除咗我，仲有爸爸妈妈同埋家姐。我最中意嘅科目系数学同英文，因为佢哋都好实用。数学更能提升我嘅逻辑思维，增长我嘅智慧。我是学校的征集，是中文科科长，是帮中文老师分担工作。我还有学习小提琴，现在已经得到5级的水平，还有参加过2次小提琴比赛。还有，我代表过学校参加过2次中文粤语朗诵，都有得到名次。我在 ICAS 度都有得到很好的名次，在英文得到 distinction， 是全香港前10%。我选择做一个童军，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外向，同埋乐于助人。我希望以后我可以做一个有责任的人。我长大之后想当个科学家，因为我想造福社会。最后，我好中意你嘅学校，我希望明年可以就读你嘅学校。